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旅游韩国语课。我是旅游韩国语的女主持人하나。안녕하세요，여행한국어의안방마님하나입니다。지난번에배웠던내용다복습하셨나요？사진열심히찍으셔서，예，열심히연습하셔서한국에와서꼭다른사람의도움을받아보세요。那哦，你们上次学的内容都复习好了吗？你们好好练习，然后来韩国以后，让别人来帮你们照张相，那样的话，你们的会话能力也是会提高，还有呢，可以跟韩国人交流。那好，我们在这儿今天要学的内容是什么呢？在长途汽车站，长途汽车站是怎么说呢 ？Terminal，Terminal。当然，韩国也有火车，还有那个很多那个交通工具。可是我在这儿介绍那个长途汽车的原因是什么呢？火车和那个地铁是很相似的，所以呢，这个呢不用教你们。可是长途汽车的那个系统啊，那样的那个怎么说呢？长途汽车的那个很多方面是跟中国不同，当然也有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一个地方是很相似，哪一个地方是不同。那好。Terminal 是什么？长途汽车站。我们在那个长途汽车站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到很多地方吧。好，看看我们学习之前先要做什么呢？对呀，当然是要做复习嘛。好，看看你们记住了没有？我要看看，可以照张相吗？怎么说？可以某某吗？是什么？对哦。好，可以照张相吗？那很好的，사진찍어도돼요？사진찍어도돼요？很好，我相信你们回答的对。下一个，请帮我照一下。请帮我照一下，怎么说？对。사진좀찍어주세요사진좀찍어주세요你们对了没有？回答的不对都没关系，你们再来复习就可以了吗？那好，这个能不能照张相，当然是主意是你，是吧？韩语里呢，常常省略那个主语，所以呢，我在这儿没写了。能不能照张相，怎么说？사진좀찍어주실래요사진좀찍어주실래요好，最后一个，我想照相，想有的话怎么说？싶어요，是吧？那我想照相怎么说？很好，사진찍고싶어요사진찍고싶어요很好的，你们到了那个旅游景点啊，那样的说那个导游，一直往前走的话，你们可以对他说：“사진찍고싶어요，我在这停，我在这儿照一张相，然后再走吧。”那样的意思。那好，你们都复习好了吧？这样的内容，我们就写好了。所以呢，我们到长途汽车站去吧。第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当然呢，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我们问有去什么时候。去什么什么地方的汽车有吗？这样的吧，有吗是什么？있어요。这个呢，我们已经学过的有吗？버스是什么？巴士、公车那样的意思吧，我们已经学了。那好，버스있어요。버스있어요。有什么什么公共汽车吗？有什么什么长途汽车吗？韩国是不分开一起说的。那好，在这儿看看，부산가는버스있어요？부산가는버스있어요？好，가는是什么？原来的动词是가다，是就是去的意思，去。釜山的巴士有吗？这样的意思，有去釜山的巴士吗？那样的意思。那好，
釜山是什么地方呢？釜山你们已经听过吧，在韩国已经那个拍了海云台那个电影嘛，你们中国人也很多人已经看过吧，해운대是吧，해운대有해운대在的地方就是釜山，釜山是那个海边最有名的地方。釜山가는버스있어요，釜山还有那个国际电影节也有啊，所以呢你们那个时间巧合的话可以到那个釜山，可以看到釜山国际电影节，所以呢釜山가는버스있어요，那样的话你们可以到 Terminal 就是坐釜山가는버스就可以了。那好，下面경주가는버스있어요，경주가는버스있어요。好，我们一起来写一下，버스있어요。好的，경주是什么呢？锦州，锦州，你们听过没有？韩国有很有名的那个寺庙是불국사。我不知道佛果寺吗，我不知道汉语怎么说，可是那个是 불국사， 韩国最有名的寺庙。还有呢那个锦州就是경주是韩国的古都，那边有很多王的墓坟墓，就是怎么说好呢，王陵啊那样的地方都有的，所以呢很多人去경주。像中国的西安里面有那个秦始皇陵啊那样的吧，也是一样，锦州是那样的，当然不是那个像那个秦始皇的那样大，那是世界最大的嘛。那好，再来练习一下，경주가는버스있어요。好，下面강원도가는버스있어요，강원도가는버스있어요。好，有去江原道的巴士吗？那样的意思。江原道是什么样的地方呢？韩国 70% 是山区，江原道是山区中最有名的地方，还有有山有海的地方，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所以呢很多人那个长期那个长假的话都到那个江原道去。江原道是什么样的地方呢？还有很有名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对啊，冬季恋歌也是在那강원도拍的。还有呢有化学场，很多那个台湾人呢，很多中国人来韩国旅游的时候到那个강원도化学啊，所以呢你们记住，然后冬天来的话你们到那边去旅游吧。강원도가는버스있어요，강원도가는버스있어요。好的，那个地名呢你们可以随便换，你们想去哪儿就是你们说什么就可以了，可是가는버스있어요是一样的句子，所以呢你们要记住가는버스있어요，什么什么가는버스있어요。还有呢버스있어요用这个话怎么说呢？우등버스있어요，우등버스있어요。好，为什么我叫你우등呢？우등是什么？油灯，油灯啊，油灯，这有点奇怪，你们请谅解一下，旁边写的嘛。우등就是油灯，高速公车那个意思，油灯高速，巴士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好像我在中国也已经看过，这一个牌子里一般的巴士有几个人坐呢？就是四个人坐吧，可是油灯呢三个人坐，所以呢位置很宽的，还有呢前面的和后边的距离是也长的，所以呢很舒服，那个里边能够享受的那个服务也是很好的，所以呢我们经常会问우등버스있어요，우등버스있어요。
还有一个可是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当然价格有点贵，可是你们比较一下，然后你们看看哪一个是更好，那样的话选择五等巴士也可以的。那好，고속버스있어요？고속버스있어요？韩国很多车子是고속버스，可是有的车子呢停很多站，可是有的呢没有站很多地方，所以呢这个你们要记住。可是고속버스一般我们叫做长途汽车，就是고속버스。好的，我们在这里要记住什么？우등。还有呢，去釜山的巴士有吗？那样的话怎么说？釜山가는버스있어요？这样说就可以了。那好，请住呢？경주가는버스있어요？江原道呢？강원도가는버스있어요？好，下边몇시에머머요？是什么？몇시에在这儿需要的什么？몇시에？몇시에我们可能是已经看过的，是什么几点的意思？在几点什么什么吗？那样的，就是我们那个长途汽车里很重要的是什么时间呢？火车也是一样，我们坐过一辆车的话，就是要等很长很长时间，或者是我们那个白买了那个票的，就是我们就是票也是没有价值那样的。所以呢，我们要记住몇시에，好，몇시에是什么？几点？출발해요，출발해요。출발是什么？发音很相似的，出发。还有是마的意思。那好，몇시에출발해요？몇시에출발해요？是什么意思？几点出发的意思？几点出发？几点出发怎么说？몇시에출발해요？你们按照时间来，你们超过一分钟就有他们不懂了。好的，몇시에출발해요？下边몇시에도착해요？몇시에도착해요？哦，도착是什么？到达的意思。你们坐飞机也可以这样问的，你们坐了飞机然后到韩城所来的话，你们可以问몇시에도착해요？几点到达？那样的意思。몇시에도착해요？好，这个这里面更重要的什么？几点出发？这个呢不能忘记的。몇시에출발해요？火车还有呢那个长途汽车都一样的。下边那怎么回答呢？세시에출발해요？세시에출발해요？是什么？三点出发的意思。三点。好，我们已经学过了那个后边有两次的两次的话，我们怎么说？한장、두장、세장这样说吧，也是一样。한시、두시、세시这样说，就是点是시的意思。시原来한장是什么？시的意思。시。시好，前面加上的是什么？那个数字，한시、두시、세시，这个我们已经选了，是吧？就是我们前面加上的内容是已经选了，所以呢，只知道两者就可以了。我们三点出发怎么说？세시에출발해요。세시에출발해요。很好的，那我们看看。일곱시에도착해요。일곱시에도착해요。好，도착해요是什么？到达。好，일곱시是几点呢？你们说？对呀，七点。七点就是일곱시，是吧？那我们在这儿练习一下，一怎么说？한시，两点。두시，三点。세시。四点，네시，五点，다섯시，
6点6시7点7시8点8시9点9시10点10시11点呢11시这样说就可以了12点呢12시这个呢我们已经学了很多量词还有数字所以呢你们要记住就会练习就可以了那韩国的分怎么说呢分분一样的분분好那数字是一样30분这样用那个数字来说就可以了那好在这我们问怎么样的内容呢几点出发几点到达몇시에출발해요몇시에도착해요那好看看下边的内容어디에서어디에서好的我们这个内容中你们不知道的有吗没有吧为什么呢 ?eso, 常常我们出现的是什么在的意思在。odi, 是什么对啊 ,odi, 这样的话我们已经选了哪儿的意思。在哪儿那样的在哪儿那样的意思就是什么说어디에서어디에서好的看看어디에서내려요어디에서내려요好就是내려是什么下车的意思我们在哪儿下车就是我们问的是什么呢在广州下车吗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张园道下车吗那样的说어디에서내려요还有这个是我为什么告诉你呢韩国呢有휴게실휴게실这个我们只有在韩国有的不在中国有的在中国我找不到那个휴게실휴게실是什么呢我们高速公路很长很长嘛当然比中国跟中国比较起来的话很短的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长的我们那个开四个小时或者那个长假呀或者是春节呀那样的时候呢节日的话那个有的地方要花十几个小时那样的话我们中途要下车是吧要休息一会儿嘛那样的地方就是휴게실휴게실里面有什么呢卫生间吃饭的地方餐厅还有咖啡厅那样的都有还有那个游乐场啊那样的然后韩国的휴게실是很大的很那个什么很复杂的地方所以呢휴게실所以어디에서내려요就是我们在哪一个휴게소下车那样的휴게실或者是휴게소好的看看어디에서타요어디에서타요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哪上车的意思上车好我们在这再练习一下下车怎么说내려요下车내려요上车타요타요好的下车上车这个要分清楚了呢在哪上车어디에서타요好跟我写一下어디에서타요就是我们在哪儿上车呢这个也是휴게소에需要的就是我们到了휴게소然后还有那个长途汽车站也需要吧去釜山的巴士在哪儿坐釜山가는버스어디에서타요这样我们前面学的内容和这个加上的话就可以说到什么什么地方的汽车在哪儿坐那样的부산가는버스어디에서타요还有呢那个我们在那个휴게소下车的话也可以说어디에서타요在那个卫生间前面啦那样的好看看어디에서쉬어요쉬어요是什么休息的意思这个我已经说了吧휴게소휴게실어디에서쉬어요
어디에서쉬어요我们在哪儿休息呢？这个这样的意思。还有我们那个不仅是坐公共汽车，那个坐那个走路的时候也可以说어디에서쉬어요。好，这一节看휴게실에서내려요。还有可以说휴게소吧，휴게실에서내려요。就是我们在休息室下车的意思。下车내려요에서휴게실에서내려요好화장실앞에서타요화장실앞에서타요화장실是什么卫生间我在这写的意思是什么让你们再来 记一下화장실是卫生间앞是前边的意思在卫生间前边坐车吧那样的意思就是上车吧화장실앞에서타요很好的那我们看看下边的内容얼마나这个呢我一直很苦恼要不要叫你们可是这个呢知道的话也有用的好的얼마나是我们已经学了多少多少얼마나얼마나好跟我已经读了吧얼마나걸려요얼마나걸려요걸려是什么要多长时间的意思很长的句子可是很简单的说吧要多长时间多长时间是얼마나吧걸려也是需要走那样的意思需要多长时间需要的意思需要多长时间对这样好这个多少也可以说多长下边얼마나쉬어요얼마나쉬어요我们停多长时间我们休息多长时间的意思쉬어요就是쉬다休息的意思얼마나걸려요我们要多长时间얼마나쉬어요我们要休息多长时间看看他们怎么回答呢두시간걸려요두시간걸려요是什么意思呢두已经学了两个的意思吧两好시간是什么个小时的意思小时两个小时就是시간的意思두시간걸려요小时시간시간时和小时不一样吧也是也韩国也是시시간是不一样的시간就是小时的意思两个钟头需要两个钟头怎么说두시간걸려요好삼십분쉬어요삼십분쉬어요好我们说分的时候呢不要不需要那个一二三那个하나둘셋这样说就是삼십분일분这样就是数字念数字的办法说就可以了不你已经说了吧是什么分的意思三十分需要我们要休息三十分钟三十分需要有好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不仅是在那个长途汽车上用还有很多那个旅游景点的那样的时候也可以用的所以呢你们要记住要需要多长时间얼마나걸려요那我们要休息多长时间呢얼마나쉬어요需要两个钟头呢두시간걸려요두시간걸려요那三个钟头呢세시간这个别忘了我要休息三十分钟什么三十분쉬어요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内容有优等巴士吗优等是最重要的是什么우등우등巴士있어요우등巴士있어요是这是高级的几点出发几点몇시에출발해요몇시에
출발해요在哪儿上车在哪儿是什么어디에서어디에서타요어디에서타요到哪儿要多长时间到那儿要多长时间到那个地方要多长时间怎么说얼마나걸려요这个到那儿是不用吧要多长时间얼마나걸려요这个是一样的多长时间是얼마나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吧好那我们再来快一点的说一下有有等巴士吗우등버스있어요우등버스있어요几点出发몇시에출발해요몇시에출발해요我们在哪儿上车어디에서타요어디에서타요要多长时间얼마나걸려요얼마나걸려요那好我们今天学的内容你们觉得怎么样不难吧我们已经学了很多东西所以呢很多地方常常会出现我们已经学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只说明应用的办法所以呢你们要好好记住基本的内容还有那个前边学的内容那样的话我们再来后边应用的话对你们来说不会很难的为什么呢你们是很聪明的人嘛好的那我们在这学了什么在长途汽车上需要的内容那你们好好记住然后我建议你们不仅在首尔旅游到很多地方看看吧还有这样的内容呢可以在那个船上也可以用的还有火车上也可以用的所以呢你们好好复习一下那你们今天很辛苦了我们下次再见네여러분수고하셨고요다음시간에또만날때까지열심히복습해서만나도록해요그럼다음시간에봬요안녕